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今天我自己做 yogurt 作ります。所以要准备牛奶，然后随便去买 yogurt 然后糖匙，那打开，哇，牛奶呢？牛奶。这个也是随便买。哎呀，打开之后，优格也要打开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用汤匙，这个。放在里面。我不想喝哈。来。来，放在里面了。然后，稍微。mix 在一起，哎，结束，这么简单。好，一个晚上，明天早上就会有用。很期待。还有这个重点我忘记拿，这一台机器啦，那个做 yogurt 的那个机器。所以呢，放在里面嘛。啊，这个也要，这个一定要，没办法开，这样就好像好。OK。然后放在里面而已。然后 switch on 就好了。那结果呢？看明天哦，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工作结束了，回到家，我看一下昨天晚上，已经准备好的 yogurt， 我放一个晚上。好，打开，就这样。本来是牛奶的，就是这个普通的牛奶。想看一下里面，因为我家狗很爱吃优格的，有，我不知道看清楚吗？有吧？你看，那不是一体的，你看优格啊，有吗？有看到吗？是优格，耶，成功！本来是牛奶的。这个是多，这个全里面全部都是 yogurt 哦，耶！这个机器真的很棒，耶！好，下次给大家看不一样的东西好了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